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来玩火影忍者手游，来打忍者赏金赛。呀，他先去，昨天没打，昨天忘记打。嗦噜嗦噜，哦，他这个家伙是要省钱的吧？我也省一点吧。哦，他昨天忘记了打这个，哎。要相信我自己，是吧？一个 A，一个歇就能搞定一切。要自信一点，嗯。这个要打连行12场，很难的呀。哎，这个配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好像以前是开这个模式，应该是音乐不一样的啊，背景音乐不一样。长光，697了，戒离，境界玻璃术。坏了，我这不是偏差啊！是吧？波子，这家伙区那么远，600多个区，估计就是一个新人是吧？操作就是吧？嗯，所以欺负他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没有偏差，感觉用的不是很顺。他不死，他也不会搞死我。所以自信一点啊，选后面两个都选 C，还发生气的表情，再生气也没用。哎呦，我操！好悲剧啊！一个大招就带走了，这么麻烦。哇，
我听到了一个惨叫声啊！昨天没打，输了啊！看来十二场肯定是很难的。我先选，但是这个没有进的，要能进的话就好。比较喜欢这个蝎，他应该会选白鸡蝎，估计他会选白鸡蝎。哎，白鸡蝎都不要。ABC 的组合吧。除魔呀，这肯定除魔呀，正常人都会选除魔。这个闪吧，那个水龙卷。这期除魔不是给我，要给我就好。A 的还竟然选飞盾，是我的话我肯定选百吉蝎，我有蝎就不用百吉蝎。驯服就是迷路，那就叫驯鹿。飞盾连招也是很溜的。把楚天放在中间是很正确的选择。戦闘開始。居然不用浑身，时间到了，你就等着受死吧。这家伙干过去好像也不是很强嘛，驯服他也是很容易的啊。戦闘開始。哎呦，好了。搞定，还有一个小西冷，应该来说能搞得定吧？这个西冷不过也，不过这西冷也挺强的，很能连招啊，这玩意儿。你怎么这么可怜？一分身马上上大招。又一次创伤。哎呦喂，要
阿飞呀，把阿飞选了吧，还是卡卡西啊？卡卡西吧。哎呀，阿斯玛也不错，其实啊，对啊，阿斯玛。哎呀，旗袍天天给他抢了，这个比较麻烦。三中职业也还可以。哎呀，除魔天差，我看你怎么选。那我就天差了，还在这个闪。这天天挺好的，妙山妙木三白，这个近距离怼他。哎，这个卡卡西还不如那个神威卡卡西厉害，对吧？但这个卡卡西还要 V14， 好像是吧？这种都黑。妙木山，妙义山不是吗？哎呦，真不该在那个地方给他。这个还扔宝的呀。这卡卡机用的少，不太会用。这男的一个搞掉还好，然后这个家伙也比较麻烦。我操！我去，这家伙还不好惹呀！他的技能操作比较轻松点，他刚才不应该那么跟他拼啊！哎，想法太轻松。他这也能削得到我？我操！我操！这还是给他翻盘了。赶紧开溜。我操。哇，完了。我操！这个天天奇葩，天天这么猛，你妈一个逼人的就，这可真尴尬。哎呦我去，这也打得到啊。哎，不容易，七人还是要靠七人解决。
戦闘開始。他怎么不动了？不动了，掉线了。哎，三连胜，三连胜。买机械吧，药师兜其实也不错。不知道他会不会选药师兜，看丁是药师兜，如何不选药师兜？封杀阵，绝对封杀阵。这玩意儿，这个吧。两个锤子锤死他，二者二者就醉了。其他还能打个三连胜呢。好像以前打过最多就六七把，好像打了九连，就九胜了啊，就打不上去，最多九个，扣除了那个三次失败，打到了九胜吧啊，就差三次就成功了。戦闘開始。又来了，我操，这都能 K 过来，这个胖子还真难搞啊，他要开个大我可能就死了。戦闘開始。我操！这家伙太难搞了，两百多期的都是老司机啊！还能给他蹭个豆豆了，这么强的他不选，选个不选个六元礼是吧？
哎，他有风筝呢。哎，他靠，控制好像控制错了。哎，麻烦大了，下月就这一个西冷了，反正这车也应该也能搞得定他吧，看到也算是可以的啊，顺眼也不差。哎呀，他踢歪了。还好锤子能锤下去。哎呀，这几把下来都是靠这个运气。这一局还打了好久，哇，有绝可以用，话说这个绝我都没用过，他会不会选？他不选我选，输了我也要用一次，管他呢。哥有钱任性，就选两个 A。手里剑互动，哎呀，第一次玩绝啊，这个绝没钱买，买不起。我不会用了，怎么办？戦闘開始。哎呀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么溜啊！时间到，这瞎打的，就这么个怪物。我都不知道他技能是什么鬼，跳上来就能打。会不用啊，这玩意儿是。
太傻了，这个大头怪太傻了。嘿，这个不应该是李龙的。你说没电到我哟。操，他拉没了。飞机。本来很轻松的姐姐，非要搞得这么复杂。戦闘開始。喂，这什么鬼技能啊？这么溜。不、哦，我居然死了！我居然被打死了！好吧，没看血。戦闘開始。鞭子抽死他！哎呀，这个老是赢一会儿都输不了，我的头啊！他打了半天了，本来应该四级的高啊！哎呀，五连胜，又有绝！算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为了胜的话，拿这绝，他可能会选神威卡卡，宁选神威也不选绝。选不了绝卡卡二尾ここで負けるなんてことは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。助けに行くよ。助けに行くよ。助けに行くよ。私の出番ですか。听不懂。月光疾風。今晚我怎么这么强，假如这样子我都打不了段位了。滑哈哈哈，是啊，滑啥啥啥。战无胜，这家伙可能会溜点。这小大哥不知道溜不溜，反正我跟他用得来，我是用不来的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怎么这么溜？我操，这家伙费用，我不会用了。
这个小人能踢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来玩火影忍者手游，来打忍者赏金赛。要淘汰鲜血，昨天没打，昨天忘记打。哦，他这个家伙是要省钱的吧？我也省一点吧。哦，他昨天忘记了打这个，哎。要相信我自己，是吧？一个 A， 一个歇就能搞定一切。要自信一点，嗯。这个要打连续赢12场，很难的呀。这个配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好像以前是开这个模式，应该是音乐不一样的啊，背景音乐不一样。长光，697了，戒离。剑界玻璃术，戦闘開始。换了，我这不是天差啊。说死，这家伙区那么远，600多个区，估计就是一个新人是吧？操作就是了，嗯，所以欺负他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没有偏差，感觉用的不是很顺。他不死，他也不会搞死我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悲剧咯。我操，完了，输了，我连个秘剑都没扔出去啊。连赢之后肯定会遇到很强的高手，是吧？这都行啊。他妈的连续两个死了，那没得玩了，就算一个，哎，终于是6连胜之后啊。
要拜一下。哦，你在哭？这他妈就一个暗部优，我的枪打不动。尴尬。戦闘開始。是。有三次机会嘛？输了以后我就排到后面去了，是吧？绝我不想用，太难用，还不如用角都阿飞。角都啊，忘了，输了之后只有200币啊，200币只能买一个 ACC 啊 ，ACC， 还不如买 BBC 对吧 ？BBC 哎 ，BBC 比 ACC。稳妥一点，没有歇了啊！别再把那个西人给我选了，再选我就没得选了，只能选天天。天天根本不好用。我没得选。风沙还有伞都挺不错，要不要风沙我就厉害了。西人打头阵，一吸气就算一个大人带两个小孩，先除。麻烦大了，居然被个巨人打。打的就是血量差，是吧？战袍再来，这种不会分身，嚣张！一拳捅死。这个角度主要是轮招好用啊，平 A 三下，然后一个一技能代表这一套就完了。
我操，这玩意滚的厉害！我操，这家伙六哦 ，A G， 后面两个新人怎么办？不过还好有个牵引，还能扛得住一下。给他保持血量差就可以了。时间大啊，这个开大招也没用，对吧？我还能就是血量差。选四位啊，懵逼了。四位不选，我选什么卯月夕颜？哎呀，这不是作死？那么好的东西不选，六百大洋哎，没东西啊他。我有三百，那我找到 ABC 了，我干嘛选 BBC？ 哎，不管他了，作死也要作到底吧。搞死一个是一个，逗逼其实很。我靠！啊、这原子弹啊，射得好远啊！
我在这里不用说说。我操！多大多慢呀！亏大了，亏大了！后面两个怎么办呀？我没有注意人了。我靠，这么远啊！我靠，这么准啊！你说两刀就砍死了。我操，这样能打死？死了吗？小看我！打完了，大哥，打了一个小时了，我操！连一把铲啊，你把人，靠，还有七铲，人家打半天打不完，我靠！来吧来吧，来个系统都把他选了，就不给他选系统的机会，对吧？留个小天天给他。除魔呀，小样。你不选除魔，你会后悔的。竟然还有分杀阵。来去手里去，来这个吧。哇，对面影集耶，估计操作比较溜，我不好打。就在那放箭吧，就在那放箭吧。哎，错边了，哥。
哎呀，完了！你真大，这个坑大了，这样都能让我有机可乘啊！大招空了。哎呀，操，这也行啊！哇，走的真是一样，哎呀！好风骚的走位啊！靠，打不到他呀，突破也突不到他。有影集的就是不一样啊！乱拳打死！哎呦！就剩一滴血。踹死你！啊，还有一个 A 轮哎。好大呀！这可真麻烦了，最后一个。战斗开始！哎呀，操！我操，这么远都能搜过去啊！太坑爹了吧！你操，这么大，你坑爹！我操！他还这么强的婚纱阵，这家伙套子真，哦不行了，打了一个小三打不完，靠，这九连胜也打不到了，最后打一次了啊，输了都在后面，哎，迪达拉不错啊，哎，我有500了，500我肯定选哪个 A 等，刷上去跟他打。还是不知道选啊，很简单，迪达拉，迪达拉了不起，快点选呀大哥，看这搞了半天我一个小时了，哈喽、大家好，我是水哥，我们继续来玩火影忍者手游，来打忍者赏金赛。呀，他先选。
昨天没打，昨天忘记打。やっと俺の番だ。そろそろいいか。そろそろ、他这个家伙是要省钱的吧？我也省一点吧。昨天忘记了打这个，哎。要相信我自己，是吧？一个 A， 一个歇就能搞定一切。要自信一点，嗯。这个要打连续赢十二场很难的呀。哎，这个配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好像以前是开这个模式，应该是音乐不一样的啊，背景音乐不一样。697了，戒离，间接剥离术。戦闘開始。忘了，我这不是天差啊。波子，这家伙区那么远，600多个区，估计就是一个新人是吧？操作就是这样，所以欺负他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没有偏差，感觉运的不是很顺。他不死，他也不会搞死我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磊哥，我们继续来玩火影忍者手游，来打的忍者三。你怎么这么慢？就让你见识，我来玩滴答啦。也许一期就是最后一局，所以说能用就用，然后再选个楚天。要不然如果他被买鹿丸选掉，我就可以选楚天；要不然鹿丸选掉，我就不选。哎呀，那我选是吧？那选个忍者选这么纠结。
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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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小马小姐等了十秒，哎呀，真麻烦。看我都打到十点了，那个东西都没做完。飞飞飞飞飞，小飞飞，请叫我小飞飞。这好像有固定人的一样。蜘蛛越来越少。哎呦，大招都没机会放。完了，我给他连了。这玩意挺溜啊，就一滴血打不死啊。我这么快，就这个录完了，这就麻烦了。我操，这是什么鬼？还想扔锅碗瓢盆？哎呀，十连了，终于打突破以往的记录啊，十胜。哎呀，如果说再赢两场，基本就是完成任务测试啊！时间太漫长了啊，有诱啊，赶紧选走吧。有200。
力見せてやるぜ。ガイ先生から教わったこと全て出し切ります。ルビヒルビヒ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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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分杀，不要考虑啊！考虑那么多，你也是分杀了，真是的，对不对？说你是分杀，你就分杀，把这个鬼阵给他抢了。管你什么，赶紧赶紧，速度速度速度！给他干了10秒，12次的话，哇塞！我也就一次机会了，输了就输了。他妈都打到10点了，我靠！这一个本来是9点多就开始搞东西了，哎呀，今天被他输了，没得搞了。被我解决了，后面不就是轻松了，对吧？切开大还不是无敌，这个开大就无敌。哇，那个叉子要敢这样对待我，他太闲了。居然被弄死了！这家伙还挺溜的哈。我靠，这小个东西还挺猛，还不好惹。就现在，很好。这家伙。这家伙太嚣张了。OK 了，好，最后一局，真的是最后一局了，决胜局12局，不知道能不能赢呢？大价钱全部扔出去。哎呀，不是我先选啊！哎，天王我也。把斗门里给扔出去了，这咋了？哎呀！哎呀！他居然把两个西人都给我捞走了，这可尴尬了。角毒二技能应该能扛得住他的一个分身。哎呦，他冻血啊！我操！我怎么没看他冻血啊？这最后一局纯粹针对我呀！我靠！
眼看就要拿到十二连胜，他老了，不行不行，只能拼命把这个又解决掉，后面两个才有机会呀。又不给我一些好的，偏偏给我这几个。哎，找到我选 ABB 呀、啊？选 AAB 干什么呀？没办法，最后一波了啊，拼了啊 ！ABB 的话，我可以选杜门里什么的。哎，闷了闷了，我选伊达拉干嘛？战斗开始！有洞穴了不起，先戳死洞穴，又来了啊！战斗开始。哎呦，他没有用分身。好了，悲剧哦，打打打！他是倒地啊，他不是分身啊，最后一局失败失败，没有人，迪达拉要输了就根本打不动了。哎呀，刚才应该选 ABB 的，不应该选 AP。 战斗开始。我操，连分身都没有了，这以前不是一技能可以直接躲过的吗？又一个大招起了，我靠，哎呀，最后一局让我选又多好呀！哎呀，怎么又打灭了？勝負あり！戦闘開始！哎，碰到了，碰到了。哎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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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家伙又玩的也可以啊！靠，血没他多，哎，就差那么一下，最后一刻给我一个，看他好不好血，气死了！一个小时就这么浪费的。剩下的剩三剩四剩，哎呀，难得打到十一胜，就这么离胜利就差那么一步。啊，就打到了这个成就奖，还有一个就是十二连胜，对吧？有这个，战无不胜，没有吧？没有了，怎么地？